那就这就证明你是保安了。这还不精神吗？那我再给你来一趟，你看我干啥呀？你干啥的？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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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你是搓澡的？我让你一边去，走，孩子，带你找孙保安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你把孩子带走干什么呀？你凭啥呀？我凭啥？你问问他们，我面善呢，那孩子们都相信我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是好人，跟我走。啊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叔叔带你们找爸爸，找爸爸。妹妹，妹妹，你们他俩是一伙的？什么？救命啊！哎呀，等会儿，站，停，停，停！误会了啊，我们俩不是什么一伙的，不是，我们俩也不是什么坏人。嗯，不是，叔叔，你俩要真不是坏人，就让我俩找爸爸去吧。哥，咱俩去哪个楼啊？咱都找不着，忘了。你看哪个楼都找不着，你往哪跑啊？这事交给我了。来来来，对这个小区我是最熟悉的，我跟你说，在哪个楼，我挨个给你们找。不，你凭啥呀？凭啥孩子要跟你走啊？咱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保安，你领走孩子，我就不同意。妈呀，凭啥我不能领走孩子呀？那孩子跟我在一起时间多长啊？你俩别争了，我俩乖乖的，拜托你俩也乖乖的。如果你俩真是好心，就陪我们一起等爸爸吧，行吗？行。孩子饿了吧？不是孩子，是我。其实我也有点饿了。你饿了，你早说呀！这叔叔包里有吃的。你说你，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就这样，来，来，一人一根。谢谢叔叔。那叔叔，你俩吃啥呀？没事，我俩垫不下就行。干啥呀？还掰一半？都给你俩分了。整的叔就像我这当叔叔的差事似的，还真分呐？那孩子怎么的就干吃啊？不干巴吗？没有喝的？嘿妈呀！来，孩子，惠山仙博士一人一个喝，喝，等会儿喝。咱啥身价啊？咱啥身板啊？那小的够喝吗？要喝你不得喝大的啊？来。双眼皮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不是瞎整吗？你直接给我整瞎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样，二米啊，行了，别说了啊！你现在赶快到咱们小区外边那美容院，把这只给纹上，这玩意儿多吓人呢！啊，关键是磕碜呢。我知道磕碜。你说你们物业干啥呢？ 能不能事先通知一声？是是是。我坑人呢，你说呀？是是。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说。爸，哎，谁呀？二米六啊，二米。二米，王叔，怎么脸上多点东西？什么眼神儿啊？什么多点东西啊？人缺点东西啊？哎呀，缺点东西啊？缺一条眉毛。你就别说话了，你也别说话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这个停电，你这个物业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啊？是是是，那个王叔啊，您别着急啊，这个责任赖我们，是吧？他这个电闸坏了。这个电闸好好的，他怎么就能坏了？哎呀，那个是这样，那个电闸有点小问题，咱俩也是好心，就去给弄一弄，结果一下没弄好啊，就给弄坏了。我拖不下来，我拖下我弄死他，我吗？不是，干嘛呀？回来。回来呀！回来，回了我那一缸鱼了，回来。你说这停个电，王叔怎么还能回你一缸鱼？你知不知道，俺家养了一缸鱼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特别好看呐。这两天我就觉得那个鱼缸那个水啊有点浑，我先给换一换吧。哎，今天有时间我给换了，换完之后进水得打氧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呀，不打氧鱼就得缺氧。啊！我刚要打氧，
停电了。哎呀，可怜我那一杠鱼啊，在那杠上都这样的。那个王叔，就是此时此刻你比那鱼都难受，你捂得我更难受。王叔，你起来吧，你一边去，你再给王叔捂死喽。来来来，王叔，你给我消消气儿啊！你看看你这啊，你给咱们业主造成多大的损失？那个，实在不行，看死几条，我赔你呗。你说那个话那个轻巧，你赔得起吗？我那都是好品种的热带鱼啊。什么鱼？热带鱼啊。我以为啥鱼呢？没事，这鱼我赔定了啊！我二大爷专门养这种鱼的，是吗？啊，他在舟山有个养鱼池，全是带鱼，一坑一坑。我那是热带鱼，那热带鱼、凉带鱼不都是带鱼吗？你不行，我让他寄过来两条，回来我一给你红烧，不就热带鱼吗？你别说话了，行不？时间，我给你俩掐着点儿。董事长。董事长，那个前两天我给你递那简历，你看你怎么样？同意不同意呀、啊？同不同意？你问他俩呗，他俩同意我就同意啊。哎呀，这还有俩人呢，这啥？怎么事儿？董事长，这他怎么一动不动呢？这也不知道哪个艺术家在咱小区整俩蜡像儿呢？啊，蜡像啊！哎呀，妈，这蜡像做的真太真了！哎呀，你瞅瞅这汗毛做的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材质啊？呵，呀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你看这王小倩这下巴这嘎捂着做的，哎呀，这抠都抠不下来。哎，滚！董事长，这不真人吗？你傻呀？这可不就是真的呗？那是。那真的，他俩这一动不动，整一玩人体艺术。来来来，大宝，你先别叫艺术了啊！听叔叔跟你说啊，你只要把他俩给我整活了，我那公司，明天你来上班。什么价值啊？说话算话。行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啊，那个董事长啊，笨笨吧，爱干净，对不？一会儿呢，你帮我搭把手，咱俩咔。给他插垃圾桶里，这一会儿就啥招啊？这是，那是我亲儿子，你给整垃圾桶里边，你咋想的？亲儿子进垃圾桶里了，我可以给你当干儿子。想别招吧。别的招，有了。啥呀？看看这是啥？这印泥儿还随身带呢？哎呀，干啥呀？这是写欠条啊？欠条干啥呀？哎，完事儿。好，那个。王小倩，看看这是啥？哎，欠条，只要你手往上一按，你就欠我500块钱了。王小倩，注意了啊，越来越近了。哎，妈呀，哎，这王小倩。你连钱都不在乎了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干啥呢？你这是？我这是让他俩动弹呢吗？动弹你写的啥呀？你这是啊？今有王小倩借大宝500元钱，谁借谁呀？这是？你傻呀你啊？啊？董事长，你不能这么念。怎么念呢？你得这么念。今有王小倩借大宝500块钱。这不一样吗？这不你非写明白谁借谁，他当然摁手印了。这就在你身上，哎呀，你愣他干什么？哎呀，三步一上了，大姐夫，你帮我接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家伙，你烫着你！哎呀，我不敢接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好，你谁呀？啊，我叫刚子。刚子啊，哎，我老刘他媳妇儿，顺风在吗？啊，顺风在。那个你说吧，他能听得见。你说。顺风啊，哎，老刘情况不好啊，本来呀他到医院了，医生让静养，尤其不让说话，他就是不听，他总在那喊顺风顺风啊，他喊你。他喊我？不是，他现在咋样了？让医生给推走了。临推走前呢，老刘喊了一句，他说
顺风啊，快来呀！嫂子，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就说，好呗？好好，你让顺风抓紧吧。哎哎哎，顺风啊，你抓紧吧，那边着急了。没事没事，咱不去啊，顺风，咱不去，咱不去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你说话呀！哦，明白，你现在不敢说话了啊，刘总。啊，身体比你好，都给推走了。你说话，我能听懂。能，你都坑我这么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挣钱喝酒都是浮云。你牛小牛犊，你要完犊子。哎呀，这哪个顺风啊？你放心吧，你且挣扎着呢。啊，回来了，顺风，顺风，啥时候回来的？那个刚回来。啊，今儿晚上吃啥呀？焖豆角。孩子喂了吗？孩子喂了。你叫钱顺风啊？你整一句整一句的。不是，这顺风在那儿呢，二米。钱顺风，我喊你半天没听见呢，搁这装沙发垫呢，啊？二米，啊，二米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紧张啊。啊，今天顺风不舒服。咋了？真不舒服了。刚才我给他量了血压了，188。多少？188。188，还在这装什么沙发垫啊？起来吧，有203医院呢。好好好，啊，我马上打。